近日有网友发现，日本选秀选手中有一位看起来特别像是王宝强和炎亚纶的结合体，一本正经的时候特别像炎亚纶，露出搞怪笑容的时候就神似王宝强。有网友评论道，王宝强中透着炎亚纶，炎亚纶中透着王宝强。还有网友说，又像郭敬明和朱一龙。你觉得那位日本选手究竟像谁呢？你有 get 到他的帅气吗？非凡娱乐，时